Hello，大家好，我是 Audrey。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节超级增肌燃脂的全身瑜伽训练。那么今天的训练呢，我们会着重我们的肩膀力量、我们的大腿外侧、大腿后侧的力量，还有我们的核心能量。那么除此之外呢，除却力量的部分，我也会带大家做非常舒缓、延长身体线条的拉伸。所以不用担心，你并不会只做我们那种增肌力量，你同时也会收获优美的线条，收获很舒适放松的体验。那么一开始，我们今天先来到一个仰卧的姿势，开始这一堂课吧。来，到你的瑜伽垫上，我们首先进入一个很舒适的仰卧姿势，欢迎你在此刻闭上眼睛，放松自己的身心，深吸气，感受自己来到瑜伽垫上，深呼气，啊。感受自己的身体被地面所支撑的感觉，带着这种踏实感，在下一次吸气时，将你的膝盖弯曲，双手抱膝。你可以在这里给自己一个更紧的拥抱，将自己膝盖带到自己胸口更近一些。你也可以向左、向右自我按摩，是自己的背部。非常好，在这里找到你直觉性的动作，你不需要来看我，也不需要去想其他人是怎么做的。现在努力放空自己的头脑，让自己的身心都来到这个练习，来到你的瑜伽垫。非常好，接下来深吸一口气。紧紧地抱住自己的双腿，呼气，利用核心能量，感受到自己核心稍微开始发力了，非常好。下一次吸气，我们延长双手和双腿。下一次呼气，我们将所有东西向内带。吸气，延长，呼气，抱腿。吸气，延长。呼气，这一次我希望你把自己的上半身抬起来，像一个 mini crunch 卷腹这样子，把所有东西抱在一起，呼气延长，非常好，向内，向外，向内，再向外，最后一次向内，抱住自己的双腿，好，现在可以抱到大腿后侧，我们 rock forward and back, forward and back, 慢慢慢慢爬起来。好，现在我们进入一个站姿，吸气，双手向上举，呼气，twist 向左侧转体。这个时候，我的左手可以去找自己的右胯做一个 bind，非常好。我的右手可以去找自己的左肩，很棒。深吸气，感觉到自己脊柱再延长一些，深呼气，twist a little deeper。非常好，解开我们的这个结，换边了。我们现在是向右侧 twist，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右手有空间，可以去直接抓住你的左胯；左手如果你乐意，可以去找自己的右肩。深吸气，感觉更有延长感；呼气，感觉扭转更加深度一些。非常非常的好。接下来再一次深吸气。双手举过头顶，深呼气，forward fold，来到一个站姿前屈式。第一个站姿前屈式，非常欢迎你弯曲你的膝盖，可以弯曲延长，弯曲延长，将你的大腿后侧、背部后侧全部打开。你也可以选择双手抱肘，身体向右、向左、向右。向左，很棒。向右，向左，向右，再向左。再次深吸一口气，感受到自己的呼吸已比这节课一开始更为深度。深呼，释放掉所有的压力，哈，很好。
接下来我们脊柱一节一节一节的起来，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开始更有动感，更有着重肩部力量的平板支撑系列。那么这节课呢，我们会先从我们的 child's pose 开始，打开我们的肩膀力量。对，不过这个 child's pose 不是我寻常一开始开课的那样纯放松的，我们会稍稍在这里做几个呼吸，但不会停留太久。现在在这个儿童室，我希望你感受到自己的臀部努力的下沉，肩部努力的下沉。再次深吸气，再次深呼气，再次深吸，再一次深呼，好，最后一次深吸气，深呼气，好，接下来伴随着吸气撑起来，来到瑜伽垫上。然后身体向前倾，这个时候可以将你的小腿抬离地面。我们来三个 chaturanga push-ups， 手肘向后，沿着自己的肋骨。大家看到了吗？我不是向斜后方，也不是双手肘打开，手肘是直接向后。想象它能够擦着你的身体，这样子过来。对，三下之后，我们回到 child's pose， 稍作休息。好，现在我们再回到前面，再来三下 ，down up。Down, up, slow and controlled， 匀速慢速有控制。好，回到 child's pose。好，再来，回到前面。Lower and lift, lower down, lift up。最后一次 ，lower and lift。好，回到 child's pose。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点更有意思的，我们直接。来到这个平板支撑的姿势，同样是三下 ，lower lift lower lift lower and lift。现在不再回到孩童式，而是进入我们的下犬式。今天的第一个下犬式，可以在此稍微的脚体弯曲膝盖，可以脚后跟轻微抬起。可以在这里稍作几个呼吸，准备好了吗？我们刚刚会回到刚刚的那一个俯卧撑 combo tricep push-up 手肘向后的版本。好，深吸一口气，呼气向前，我们来 down up down up last round go back。To a downward facing dog， 非常棒。深吸气，深呼气，向前 ，down， up， down， up， lower and lift。回到这边，非常舒适。还有最后一遍，深吸气，准备，深呼气，平板支撑 ，push down， push up， chaturanga push-ups。最后一下，非常好，回到下犬式。接下来我们要开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动作 ，Dolphin Pose， 我们的海豚式。想象你的双手肘在向内靠近，同时弯曲你的手肘。对，然后来到了一个相当于前臂平板支撑一样的前臂着陆地面的姿势，除了你的小臂，其他地方都没有在动。我们再匀速慢速的一起撑起来。尽量平衡一些，吸气准备，呼气 ，dolphin， 撑起，来到下犬，来到 dolphin， 来到下犬，来到 dolphin， 来到下犬，非常好 ，dolphin， 下犬 ，dolphin， 下犬，还有最后两下，海豚式，下犬式，海豚式。下犬式，好，我们现在停留在海豚式，你的肩膀应该很有感觉了，此刻应该已经从海豚式，我们试着看一下，大家如果说不确定，可以现在直接看我，直接从海豚式来到这个 chaturanga push-up， 然后直接进入我们的 chaturanga tadasana 的上犬式，最后我们回到
我们的下犬，没看明白可以再看一遍。吸气准备，呼气进入海豚式，从海豚式 shift forward to a push-up position. Then we go straight to upward facing dog, and then downward facing, lift up and out. OK, 我看了最后一遍，可以试着跟上这个节奏，很好，进入 dolphin pose.Shift forward, lower down halfway to lift up, upward facing dog, and then to our down dog. Beautiful job, everyone. I love it. 现在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小小拉伸，用我们的右手去找我们的左脚踝外部，眼睛可以看向自己的腋窝，看向天花板，也可以看向地面，都可以。深吸气，深呼气，好，换边。用自己左手去找右手的脚踝外侧，眼睛可以看向天花板，看向侧面，看向地面都可以，非常非常的棒。回到你的下犬，慢慢慢慢的手向后走进自己的脚，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次双手抱肘 ，forward fold pose again， 很棒，放松手肘。记住一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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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抬起来，很好。Let's flow， 有了刚刚的基础，相信你的肩膀现在已经完成了非常好的热身。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直接向前走出，来到我们的下犬式，从下犬弯曲手肘进入海豚式。好，直接从海豚式，我们现在抬起我们的右腿，非常好。从右腿抬起的姿势，我们再打开胯部，弯曲你的膝盖，在空中画圈。这个跟我们平时在手撑在下犬式还是有一点点轻微不一样，你的幅度可能没能打那么开，但没有关系，顺时针、逆时针都画几个圈，延长你的右腿。好，吸气准备，呼气，我们直接冲向平板，右腿去找右手肘，接下来继续回到海豚式，右腿延伸向天花板。呼气，右腿去找鼻尖，再一次海豚式，右腿指向天花板，这一次右腿指向左手手肘。 OK， 在这里我们 hold 一下，呼吸，深吸气，深呼气，哈，深吸，深呼，好， little flow， 膝盖去找我们的手腕，膝盖上抬去找手肘，上下放，上抬下放，上抬，最后两下，最后一下。好，现在延长我们的右腿，抬起我们的左手 ，forward triangle pose， 可以尽量的将自己胸腔打开，延伸，深吸气，深呼气 ，little flow again。我们的胯部触地，手可以往后放，胯部延长，用侧腹力量抬起来，放下。上台，放下，最后一次上台。好，现在我们来做 lifted extended triangle， 右腿抬起，非常好，非常 strong， 很棒。深吸，深呼，回到 dolphin pose， 右腿延伸向天花板。好，深吸气，准备，呼气，我们撑起来，同时撑起，我们将我们的右放在两手中间，很棒。这个时候。将手指来到指尖，再用自己的核心力量将指尖轻微抬离地面，抬离地面之后，利用核心力量将自己抬起来 ，crescent lunge position。注意，这个时候你的双手可以举过头顶，也可以放在胸口，这都是很好的选择。crescent lunge。这个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有一个尾骨上翘、弯腰的动作，尽可能将尾骨下沉，对，尽可能利用核心肋骨。不要去外翻它，非常非常的棒。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点点腿部力量型的东西，先从 crescent lunge 来到我们的 warrior two position， 你可以调整你的 stance， 腿分得更开或者更近都可以，眼睛看向自己的右手指尖，深吸气，深呼气，延长右腿，双手往上，吸气，我们回到 warrior two，呼气，延长右腿 ，little flow。再来一遍，
吸气，呼气，上台，回到 Where you to， 深吸气，呼气，这一次我们 reverse your warrior， 眼睛看向天花板，右手指向左侧，非常好，不要放弃你右腿的弯曲度，深吸气，深呼气，双手延长放在自己的右腿前方， extended triangle pose， 吸气，我们想象自己的右手指尖可以碰地，呼气轻微上抬，吸气触地，呼气轻微上抬，非常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侧腹练习。好的，最后回到 warrior two position， 很棒，再从 warrior two 一个英勇的 shape 回到我们的 crescent lunge， 可以调整自己的 stance， 对，调整自己脚尖的间距，注意你的双腿不是在同一条直线上，而是想象你在一个铁路上，你的双腿中间有一定的距离，差不多是与胯同宽的，因为如果你想象双脚在同一条直线，你可能会稳定性欠佳。好， little flow here， 练习我们的大腿力量了。现在我们的左膝一直下沉下沉下沉，将近碰到地，然后上台延长回到 crescent lunge， 一直下沉上台。好，我们还有三组，匀速慢速有控制，非常好，两组，大家真的都很棒，最后一组，很好。现在在 crescent lunge， 我的身体前倾回到正中，身体前倾回到正中， oh my gosh， 向前匀速慢速回来，我们还有两组， you got this。 好的，最后一组，前倾回到正中。好，下一次我们前倾的时候便一直前倾，前倾到你的左腿可以抬离地面为止。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左腿可以抬离地面，进入 warrior three position， 你可以选择将手向后，或者你仍然向前延长，或者在胸口都是可以的。好，从此我们脚尖再次回到地面， crescent lunge position， 非常好。我们从这两个动作中 shift forward and back， 深吸一口气，呼气， warrior three position，匀速慢速有控制，弯曲右膝，左脚脚尖点地，回到你的 crescent lunge， 可以弯曲你的左膝下沉一些，非常好。这个做的慢的真的太累了，大家想必跟我一样，而且它是一个很好的平衡挑战，很棒。我们再来两组，大家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站姿和空间。如果你想要平衡挑战，手一直往前延伸。最后一组，好，最后一次，来到 warrior three position， hold， 我们现在做一个 curtsy， 左膝去触碰右膝后侧，延长 warrior three， 触碰，延长，触碰，延长，还有最后两组，最后一组， Oh my goodness。 好，脚放回来，哦，我的大腿右腿大腿后侧外侧要炸了。好，现在我们保持在这个动作，我们来做 pyramid pose， 身体前倾前倾前倾，直到你可以碰到地面。对，注意这个时候你的右胯努力向后推，左胯拼命向前，因为如果你双胯打开，这就特别简单了，你感觉自己只是在拉大腿。注意我的左胯一直在向前推，甚至我推荐你很有弹性，很有柔韧度， exaggerate， 拼命的向前推左胯，甚至超过右胯，更往前都没有关系，不用担心哦。对，我们在 pyramid pose 深吸一口气，呼吸，非常好。它不光是一个拉伸，同时也是一个帮助我们找到核心力量、找到平衡感的一个姿势。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看我做什么，接下来就知道了。如果你有这个空间，大部分练习者可能没有，没关系，你可以去慢慢往那个方向努力，将自己的左手找到右脚的
外侧，对，我刚刚是在内侧，外侧，然后深吸一口气，呼气，我们可以看一看自己是否有空间将自己的右手延伸向天花板，对，很好，延伸向天花板之后，如果你有空间可以将右手都放到你手胯处作为一个 twist， 再把这个 twist 保持，深吸一口气，深呼，回来，很好。接下来我们在此基础之上，准备好向前看，呼气，我们抬起我们的右腿，来到 Dolphin Pose， 非常非常的好。在我们这里再次弯曲右膝，活动开我们的髋关节。好，从此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将右脚往前踩，这一次我们做 Revolt Half Moon Pose 半月式，将左手向前找一些，身体前倾，同时 Revolt， 右手向努力向上抬，左腿也努力向上抬，抬离地面，非常好。如果你有空间可以来到左手指尖，如果你有更多空间可以抬离地面，非常好。呼气放下，好，回到正中，这个时候我们抬离我们的左腿，做一个 pistol， 尽量左脚不碰到地面，直接这样穿过来，然后来到一个仰卧姿势，非常非常的棒。我现在已经满脸通红，开始爆汗了。吸气，我们准备双手延长，呼气，我们向内抱膝，吸气延长，呼气抱膝，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延长。向内，延长，向内，十、九、八、七、六，很好，五、四、三、二、一，很好，双腿延长，现在双手向前，开你了。Up, tiny crunches up, squeeze, squeeze, lift and lift. 注意胸口和下巴之间保持空间，我们用靠这样子，大家尽可能用核心，而不是用脖子来做功。Squeeze, squeeze, up and up. Eight, six, four.Three, two, one， 很好，延长，双手到膝 ，rock forward and back， 回到一开始的动作，来到瑜伽垫的后侧，我们直接进入我们的下犬式，再来到从下犬式进入海豚式 ，little flow。好，现在从海豚式我们直接撑起来到 Chaturanga Upward Facing Dog and Downward Facing Dog， Lower down to your dolphin， Shift forward， Inhale to Upward Facing Dog， Exhale Downward Dog again， One more， Lower down to dolphin， Look forward， Shift forward， Upward FacingDownward facing. Now, do a little push down, push up in dolphin and up, downward facing dog. Dolphin, downward facing. Dolphin, downward facing. 海豚式，下犬式，海豚式，下犬式，非常好。海豚，下犬，最后四组。三，二。一，很好，最后我们保持在这一个海豚式，吸气，左腿向上抬，然后在此可以开胯，弯曲膝盖，在空中画圈，反方向也画圈，很好，吸气，再次延长我们的左腿，
呼气直接撑起来，到我们的左侧手肘，吸气回到海豚式，呼气这次撑起来去找我们的鼻子，很好，再次回到海豚式，这一次呼气直接延伸向右侧，再次停留两个呼吸，深吸气，深呼气，哈，再一次深吸，再一次深呼，好，我们要 lower down, lift up, 找手腕，找手肘， down, up, down, up, 最后一组，保持在高处， OK, 现在我们来到 forward triangle pose, 身体打开，现在 little flow, 跨步触地，跨步上台，触地，上台，触地，最后一次上台。如果你乐意，可以将脚抬离地面，抬很高。深吸气，深呼气，回到 dolphin pose reset for 1 second。深吸气，呼气。这次我们撑起，将脚放在双手中间。再一次，我们深吸气，来到指尖，指尖抬离地面，慢慢的起来。进入 crescent lunge position， 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全部都努力去做这个收肋骨动作，不要肋骨外翻。对，想象你的尾骨有轻微的指向地面的一个意愿，非常非常的好。从此基础之上，深吸气，呼气， warrior two position， 眼睛看向前方，左手指尖可以调整自己的双脚之间的距离，调整自己的 stance， little flow right here。OK， 双手向上，回到 Warrior Two， 左膝延长，左膝弯曲，延长，弯曲，还有最后两组，最后一组，非常好，深吸气，身体轻微前倾，呼气 ，Reverse Your Warrior。这个侧面延伸是真的非常的舒服，深吸气，深呼气 ，extended triangle pose。现在你的左手指尖轻微触碰地面上台，轻微触碰地面，你用侧腹力量上台，非常好。最后三、二、一，很好。Warrior two again, coming back to your crescent lunge， 调整自己的 stance。肋骨不要外翻，左胯向后，右胯向前，尽量保持在同一水平面上。接下来我们来进入臀腿系列的爆炸燃烧，真的没有再夸张。右腿膝盖触地，上抬，触地，上抬，弯曲，延伸，弯曲，延伸，好，最后一组，匀速慢速放下。匀速慢速上来，好，现在我们做这个身体前倾，回到正中，前倾回到正中，你应该感觉到左腿的大腿后侧和外侧都已经很有感觉了，最后两组，很棒，最后一组，非常的好，这次我们保持前倾，前倾到一定程度，你的左腿作为支撑腿，右腿上抬 ，Warrior Three。好，现在我们弯曲左腿，右腿着地，回到 Crescent Lunge， 弯曲膝盖，再回来。现在我们向前 ，Warrior Three Position， 慢慢的回来，非常棒。我们还有三组，匀速、慢速有控制，做得越慢越稳定，效果就越好。就算中间平衡被挑战到了，你摔倒了，这也很正常。大家都是摔过无数次，才会慢慢的拥有更为稳定的平衡力量。最后一次，好的，非常棒。好，最后一次，我们直接进入这个前倾的动作。如果你乐意，可以将右腿膝盖往左腿膝盖后侧点地，延伸 Warrior 3，点。延伸，最后三，匀速慢速二，最后一，很好，慢慢的着地。OK， Pyramid Pose，
Oh my gosh， 这个真的其实是最难的动作之一，太挑战平衡了。慢慢慢慢的，身体前倾，用力，同时用力往前推自己的右胯，往后推自己的左胯。做这个 exaggeration 真的，因为大部分人的天性，不是大部分人，所有人的天性都是这样开胯。反之，我们要反作用力，右胯拼命往前推，左胯拼命往后顶。对，慢慢慢慢的，我们可以再次稍微做一下腿部的拉伸和放松，尤其大腿外侧，人家很有感觉。做大腿外侧够开的小伙伴才做下面的，如果不够开，你就继续一直在这里拉伸，也是很厉害、很厉害、很累的拉伸。我一直想强调，不要将自己的进程跟任何其他人比较，你所做的就是你能做的最好，你就是最好版本的你自己。如果你的右手来到自己的左脚外侧，非常好。同时，我们慢慢的可以试着抬离自己的左手，离开地面，延伸向天花板。如果你有这个空间，左手可以去找自己的右胯，作为一个 bind and a twist， 同时记得继续向前推右胯，向后顶左胯，非常好，深吸，深呼，非常非常好。我们现在双手回到双脚边上，如果你乐意，这个时候直接抬我们的左腿，进入一个 dolphin pose， 非常好。然后从我们的 dolphin pose， 我们再一次撑起来，很好，左腿在前方，然后呢，右手往前一点点， revolve half moon pose， 抬起你的左手和右腿，抬抬抬抬抬，抬到一定高度之后，你如果觉得不满足，右手来到指尖，如果还有空间，就抬离地面一些，深吸。深呼回来，很好。这次双手撑地，我们的右腿穿过去。Pistol through, good job everyone。好，我们回到刚刚的一个 core blast， 再来一组。其实跟刚刚的臀腿放上来比，我觉得这个 core 都是休息了。好，be crazy。吸气，双手双脚延长，呼气向内 little ball， 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吃，吃，吃。We go for 10, 9, 8, 7, 6, 5, 4.3, 2, 1, hold it in little ball, squeeze. And expand. 好，双手现在向前，注意保持下巴和胸口的距离，吸气准备，呼气，上抬，上抬， tiny crunches, crunches. 这变成一个 pose.因为我没有完全滚到地面 ，little up， squeeze and sque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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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and up， we have 8, 6, 4, 3, 2, 1 hold， hold for 4, 3, 2, 1 oh， 延长，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点侧腹的部分。来到你的左手前臂上，撑起，非常好，双手可以向左侧，向天空，放在头后面，放在腰上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lower left， lower left， squeeze， squeeze， 我们总共50下，你已经完成10个了，接下来还有40个。还有30， you got this。
二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最后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很好休息，缓颠啦。轻症很糟糕，对不对？做完了就觉得还挺轻松的。我没有站着说话不腰疼，其实也是累的，但是坐久了坐多了就不累了。好，上台，手可以向任何一个你喜欢的方向延伸，选择自己的喜好，然后我们来50下 down up down up lower left lower left squeeze squeeze left left up and up， 还有40。还有30。最后20。最后十，九，充满活力，八，七，六，五，你可以的，四，三，二，一，真的很棒，大家放松，呜，侧腹马上有感觉了，整个核心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OK， 好，接下来我们再一次回到下犬式，我们再做几个下犬和直板支撑的那个转换，这节课就直接进入拉伸模式了。好，最一开始我们从下犬来到海豚式，海豚下犬，海豚下犬，八，七，六，五，很好，四，三，二，一，太棒了，强化肩膀，没有比这个更强的。接下来我们从下犬进入海豚，来到 upward facing dog and then downward facing dog， 就是这个 chaturanga 的转换，不多，我们就做五组。 lower down shift forward upward facing downward facing lower down shift forward upward facing downward facing lower down shift forward upward downward， 有两组。好，非常棒，最后回到下犬式，再次做三个深深的呼吸，深吸气，深呼气，哈，深吸，感受到自己的心跳，深呼，通过调节呼吸，有意识的放慢它们，最后一次深吸，最后一次深呼，然后我们同时弯曲手肘来到海豚式，再次停留三个呼吸，深吸，深深的呼气。下犬跟海豚在我这里还是挺不同的，下犬更多是一个拉伸有力的并重的姿势，在力量的同时，比如肩部核心发力的同时，我觉得拉伸感非常强，但海豚更多是个力量型的动作。我们再来一次深吸，再来一次深呼，哈，你真的超强超有力， super powerful， I'm proud of you， 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self too。 撑起来到下犬，慢慢的弯曲膝盖，哦，非常非常的棒。接下来几个拉伸，我们就可以结束这堂课了。好，现在将我们的左腿叠在右腿上方 ，double pigeon pose， 弯曲你的脚腕，以保护好你的膝盖关节。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深吸气，背部平直的向前，
呼气的时候背部平直，如果你只能在这么高也非常好。如果你甚至坐着的时候左脚你的左膝不能碰到右脚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就坐着不停地下压自己的左膝就好，很多人都碰不到，真的。我以前在外面studio教一半以上的人是碰不到，所以没有任何问题，你不用向前，你就做这个下压动作就好了。相信时间，对，相信重力和时间会给你带来的改变。背部平直平直平直的向前，如果你背部平直的情况下，可以完全的让自己的胸部很舒适的放在自己的腿上，这可能也需要时间和耐心，对，和一点点天生的柔韧度，不用气馁。如果你达到这样，背部平直可以完全放松了，那你可以放松你的脖颈，放松你的后背。非常好，深吸气，深呼气，慢慢的起来。好，从 double pigeon 我们要回到普通的 pigeon pose， 同样是左腿作为我们的拉伸腿，右腿向后放。越你的腿越平行于瑜伽垫的前端越难，越弯曲向内弯曲，脚离自己的胯部越近，相对来说就越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同样勾起你的脚腕，以保护好你的关节。注意，右向前用力推自己的右胯，向后用力顶自己的左胯。这个尽量 even out your hips， 在任何一个拉伸都舒服。同样，背部平直的向前，我不希望你这样，这样没有任何用，这样除了让自己看上去更拘拢、更痛苦，没有任何意义。背部平直，我希望你是 proud pigeon pose。甚至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一个 proud pigeon， 手向后延伸，向上抬 ，look up and out， super proud。然后找到这个背部平直很 proud 的姿势，再慢慢慢慢慢慢的往前，直到你很 proud 的姿势，胸口可以碰到自己的脚，碰到地面，你再放松。对。你的胯部是我们贮存很多记忆和情感的地方，所以这个拉伸如果让你觉得有很伤心的感觉，很脆弱无助的感觉，也是很正常的。接受它，观察这些情绪，不用去评判它们，接受自己身体、自己心理状态本来的样子。深吸一口气，深呼气，啊，再来深吸。再来深呼，最后一次深吸，最后一次深呼。你可以在这里停留更久，如果你想换边，你可以慢慢的跟我一起爬起来。我给的只是建议，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做决定。将自己的左腿放到后面，接下来我们要换边了，同样弯曲膝盖，来到一个坐姿。这一次我们的左腿会放在下面，右腿会放在上面。第一个 double pigeon pose， 同样的，我希望大家在自然状态下观察自己的胯部。如果自然状态下你的膝盖是完全碰到脚腕的 ，OK， 没问题。如果碰不到也没问题，就坐着靠手腕的力量将自己的右腿压到它可以与左腿平行，你就不要往前了，因为硬要往前，其实对于你身体找到 correct alignment 并没有任何帮助，只能可能是对于你自己的 ego 会有帮助吧。所以不用硬要往前，找着背部平直坐着的感觉，寻找与地面链接也是非常好的。如果你能够本来就很轻松的碰到，那么我们就背部平直的向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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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关键词在于背部平直。在任何一个点觉得无法向前，就休息呼吸，让重力替你做工，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可以
可以有更深入的一个空间。如果你可以完全碰到自己的腿部，背部前保持平直，那么放松自己的脖子和背部。因此深度呼吸，主动去观察，主动去有意识地找自己的身体还在无法放松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很深度的拉伸体式，我们会觉得哦，我们的身体拉得这么长这么深了，难道还会有无法放松地方吗？其实多的是，你的身体可能很想响应你这个拉伸，但是其实它有很多没办法再动的东西，有一些张力，有些日常积累的紧张和压力，去找到那些地方，然后做一个很温柔的声音告诉那些部位，没关系的，不用害怕，可以放松，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暂时释放不了也没关系。观察自己的身体，做自己身体最好的朋友。慢慢慢慢的我们爬起来，从 double pigeon 进入 single pigeon 和 full pigeon。 好，现在呢，同样的，我建议大家去找左右两侧身体不一样的地方，有可能刚刚那一侧比较开，现在比较窄，或者反之亦然。那么你的腿，右腿越平行于前面的瑜伽垫越深度，如果你需要更多空间，可以这样弯曲一下，它自然会给你更多空间。然后呢，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去找那个左腿往前推，右腿往后的感觉，左胯往前点，右胯往后， proud pigeon， 背部平直，仰头，非常好，呼气，慢慢的放松，背部平直的往前，往前，直到你平直到能够触碰了，你再放松。同样的，放松，去与自己的身体对话，不要去评判它。深吸气，深呼气，深吸，深呼，最后一次深深的吸气，深深的释放。啊，你可以在这里多停留一会儿，这样其实可能是你身体最需要的。如果你需要结束这堂课，没关系，撑起来，右脚往后放。弯曲膝盖，来到一个舒适的坐姿，面向我，深吸气，双手向上举，呼气，左手着地，右手往后侧，做一个侧边延伸式，深吸，深呼，深吸，深呼，回到正中，换边，右手着地。左手延伸向侧边，深吸气，深呼气，深吸气，深呼气，最后一次，深吸，深呼。好，双手向上举，呼气，双手合十， Namaste。 今天非常开心带大家一起做这一个非典型的拉伸，真的很深度，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典型的力量课程，因为我浑身都有被燃烧到，非常的酸痛。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形式的训练？如果说有关于这节课的任何建议，那么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和弹幕跟我交流。有任何别的想看的内容，也请给我提出建议哦。我们下一次再见吧，拜拜。